近日，纳帕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联合西南林业大学完成了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越冬鹤类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越冬黑颈鹤数量为510只，比去年冬季增加了123只。此次调查的黑颈鹤数量也是纳帕海国际重要湿地建立以来的最高纪录。